身重返真世界。废墟中睁开眼，见热浪和烈焰，逆着风向前，生与死在一瞬间。记得按时吃饭，你要是胃疼的话我也会担心的。知道了，那我们有时间一起吃饭吧。那我们有时间一起吃饭吧。金姐，下午还是好好的，怎么现在就愁眉苦脸了？桑丘已经一天没回我信息。他是个医生，经常动手术，一动就动好几个小时，不回你消息是正常的。那他和方怀在一起的时候也这样吗？干嘛这么问？我就突然好奇。我觉得有时候张医生好像不太喜欢，但有时候又觉得有那么一点点。哎，金姐，方怀是个怎样的？方怀，他是个像太阳一样的人，总会感染身边的人，给大家带来快乐。说起来你俩挺像的。张医生该不会把我当做方怀的替代品了吧？不可能，你们虽然挺像，但有些地方还是不一样。他像早晨刚升起的太阳，很耀眼，很有活力。而你呢，像雨后的太阳，总可以给人温暖。但是早晨出来太阳每天都会有，雨后的太阳就不是经常的会有。人的一生啊，不可能总遇到晴天，雨后的太阳才显得弥足珍贵。哦，我懂了，我做张秋雨后的太阳，然后温暖他，
让他从阴霾中走出来。记者想跟你们采访一下，现场是只有刚才那一位重伤人员吗？我睡得迷迷糊糊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着火了。是啊，我外面都黑乎乎的，我也没看清楚。我知道，我就睡在他隔壁。大家安静一下啊！啊，没错，我们呢及时撤离了所有的老人，只有这一位老太太，她腿脚不是很好，没能够及时的跑出来，结果自己就困在了火场。请问你是养老院的负责人吗？我是南乡养老院的院长。请问为什么刚刚那一位老人没有陪护员？既然知道他腿脚不便，那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就要出火场？当时场面很混乱，火势又很凶猛，我们人员有限，可能会有一两个人顾不上。顾不上？这是养老院对这次火灾的态度吗？刚刚那个郑老太啊，是被他儿子遗弃到我们养老院的，三四年了，他儿子从来没有来看过他，老太太也为此非常难过，经常要死要活的，还闹过自杀。这次火起的很蹊跷，只有他一个人受了重伤，我个人怀疑啊，没准是老太太她自己放的火。您的意思是老太太想自杀？他上次寻死的时候就说要放火。你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这次这个起火的原因尚未明确，我院呢也受到了重大的损失，如果是因为个人行为给老人们带来了不便，我们一定会问责到底，请大家放心，无论如何，我作为院长一定会扛起责任，安置好老人。也希望各界的朋友们能够给予我们关注和支持。季志川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没有。对了，里面情况怎么样？刚刚院长说是老太太自己想放火，你觉得呢？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，需要等火调部门来到现场做清理勘查，找到起火点，才可以分析火焰蔓延的情况。不过按照刚才的情况来看，我个人认为不是老太太自己放的火。为什么这么说？老太太是我救出来的。我发现她的时候，她从室内爬到走廊上，身上有简单的防护，她当时的求生意志很强，我不觉得她是要自杀。刚刚那个院长反应也很反常，想挖一挖真相。你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，我都支持你，我配合你。往后退一点，危险。注意安全。好。再打高一点，再打高一点，上面，上面。这两天我走访调查了一些当事人的情况，还有这些是我当天在现场拍的照片，但是因为我进不去更深的火场，所以没有办法知道里面的情况。没事，我去过现场，可以帮你一起分析。你看这边的墙壁，明显存在变形隆起的情况，应该是养老院建成之后用其他材料加建的。
这应该是用来隔开房间的隔板。嗯，我记得我去南乡养老院的时候，确实存在大量的房间被隔成小房间的情况，内部的结构非常复杂，很多逃生的出口都被挡住了。看来这个王毅为了扩大养老院可收纳人数容量，进行了违规扩建。嗯。来，奶奶，我帮您。谢谢姑娘，这房间呐有点潮，这床单呐都发霉了。您之前不是一直住养老院的吗？嗨，那私立的养老院呢，还能指望他什么？平时对我们这些没儿没女的都敷衍怠慢，现在在临时安置点呢，至少有个落脚的地儿了。哎，高奶奶啊，我听说您跟之前受伤的郑老太关系特别好。我是电视台的记者徐来，想帮助郑老太，可以跟你了解一下当天的事故情况吗？王院长啊，那简直就是胡说八道。老郑怎么会闹自杀呢？他每天呢都盼着他儿子能到养老院来看他一眼。所以郑老太曾经扬言要放火的事情根本不存在。院长，怎么又是你？我要带我老婆去产检，没时间接受采访。我想跟你聊一下你苛待老人、制造郑老太自杀假象的事情。我警告你啊，你没有证据不要乱说。我有证据。你看看这个隔断的材料，用的也是易燃的材料。这里的外露电线你看到了吗？明显是旧规格的老化电线，潜在的隐患很大。所以养老院起火的原因更有可能是这些隐患导致的。嗯。所以这个王毅才会想要冤枉老太太，转移视线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只想要一个真相。真相就是郑老太放火自杀。可是就他，消防员说他的求生意志非常强。那就是他腿脚不好，自己不中用。难道你们一点责任都没有吗？那这个火是怎么起的？你非要为一个要死的老太太这么难为我吗？就算没有这个火灾，她也活不了几年了呀。不是，你作为养老院的院长，这是你对老人的态度吗？我态度怎么了？他亲儿子都不管他，我们养老院能收留他已经很不错了。我劝你不要再多管闲事了，好不好？没人在乎什么真相。真相就是他要放火自杀。这一切都是潜在的安全隐患，具体的还是要等火调部门给出报告，我才能给你肯定的答案。但是我怕郑老太等不到火调报告，她现在急需医疗费。郑老太的家人来过了吗？她的家人一直拒绝沟通。老太太现在救治的钱用的是募捐专款，但这些远远不够，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对他进行保守治疗。可是这个钱不是应该养老院来出吗？他们院长说现在起火原因没调查清楚，他们不承担这个责任。这样吧，我再去一趟老人的安置点，看看还能不能获取一些更有效的信息。嗯。哎，你可以去现场问一下当天的情况，然后尽量找到起火位置的目击证据。嗯。奶奶，您还记得当天养老院的火是从哪里烧起来的吗？我记得那天的火是从东侧烧起来的。东侧？啊。那郑老太的房间在东侧吗？那天着火的时候，我在楼下，我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喊，在东侧第二间房间着火了。可是老郑的房间，那不是东侧第二间呐，是在东侧的走廊最里面那一间呢。这件事情除你之外还有别人知道吗？你问住在第二间的人不就清楚了？一会儿啊，我带你去。真没想到，他们真不是东西，
把第二间好好的人给救了，放着隔壁腿脚不便的老郑不管，这不是要他的命吗？奶奶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帮郑老太讨回公道的。姐，你一晚上没睡啊？咋还这么早啊？刚好我的稿子写完了，帮我看一看。你这效率也太高了。我看看。姐，你太厉害了，这篇报道论据详实，逻辑清晰，现在只要把这篇报道发出去，就可以帮郑老太洗清污名，还可以利用舆论逼王毅认罪。小周，你要记住，新闻的目的是报道真相，而不是利用舆论去引导大众的。现在毁掉结果还没有出来，我们作为记者也没有权利去判定当事人有罪，知道吗？这篇文章也不能发出去，现在里面很多内容都是我们的猜测。在有关部门调查清楚之前，我还得再去见一次王毅，确认事实。可是，他会承认他做的这些事吗？我不希望最后他当着他老婆的面被警察抓走。现在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他可以主动承担责任，把应有的赔偿给郑老太。我出去一趟。我听说这次实习生转正名单上根本就没有你啊，看来徐来对你也不怎么样嘛，都不帮你争取一下。不怪徐来姐，我本来也做好留不下来的准备。其实留不留得下来全看你自己怎么选择。小周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像你这样的新人在职场上跟对人很重要，选对了立场自然就会事半功倍，前途是你的，谁能帮你不用我多说了吧。王毅，怎么又是你？你到底还有完没完啊？我希望你能够站出来还郑老太清白，帮他付医疗费。不可能，我凭什么听你的？你先看一下这个。
徐记者，你非要做得这么绝吗？这篇报道还没有发出去，所以我希望你仔细考虑一下。你让我先安顿好我老婆，晚点我去看郑老太。养老院这边也会及时做出声明，说明火灾是养老院的责任。好，说话算数。你怎么来了？火调报告出来了，我跟方琦正好在外面宣讲回来，怕你着急用报告，所以赶紧送过来了。怎么脸色这么差？没休息好吗？金建这两天除了忙着救援，就是在为了养老院的事情帮你询问火调部门的进度，基本上都没怎么睡过觉。再这么熬下去，我看人都要累垮了。谢谢我的进站，对这件事情这么上心。对了，多亏了你的指点，王毅现在已经同意给老太太赔偿了。这不是你想做的事吗？你想做的事我都支持。你的推测是对的，这起火灾养老院要负主要的责任，郑老太是冤枉的。太好了，这下王毅的责任就要被坐实了。谢谢我的进账，这是给你的奖励。加油。起来，你怎么把稿子发给其他自媒体了？还有，作为一个记者，怎么可以主观的报道和推测呢？什么报道？你问我啊，不是你自己发出去的吗？你不给我审核，倒是迫不及待发别的自媒体。就这儿，你自己看，养老院见死不救，下面下面，再看着评论，我查到了王毅的个人信息，大家一起往他们家寄花圈吧。还有这个。那个院长简直是个人渣，居然想烧死老太太。不是，组长，这不是我发的，而且我的文章被改动过，我从来都没有说养老院想要见死不救。稿子是从你的 IP 地址发出去，谁能动你的稿子？这养老院也太无法无天了，居然敢杀人，这个院长要负全部责任。养老院的老人也太可怜了吧，大家行动起来，一定不要放过这个杀人凶手。住养老院就是把自己的晚年幸福寄托于他人的良知，公安部门一定要彻查，还老人一个公道。别冲动，你快下来呀！你别吓我。老婆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我们的孩子，我已经没有勇气再活下去。你快下来呀！你别吓我。对方情绪现在很不稳定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涛子。大鹏，你们俩从外围两侧切入。是。张扬，固定锚点，我负责上去施救。检查好楼下的安全气垫，疏散周边居民群众。是。你别过来，过来我跳下去。好，我不过去，别激动，有话好好说，别激动，退后。好，好，我退后，退后，退后了。我是记者王毅呢，那边。王毅，王毅，不要冲动，有什么事现在商量。为什么？我已经答应承担一切了，答应赔偿郑老太了。你为什么还要发那篇报道？那篇报道是中间出了意外，本来没想发的，你先下来好吗？意外？你在报道里写我为了杀死郑老太，
故意让护工见死不救，这是意外。我只是不想承担火灾的责任，我没有想要杀人。你这是要逼死我！就因为你的这篇报道，现在全世界的人都认为我是杀人犯。不是的，我相信，我相信那场火灾对你来说是个意外，我更相信你不是故意不救这老太的。请你相信我，我可以重新做报道，替你向大众说明情况的。王毅，你还有机会澄清，先下来好吗？澄清？没有机会了。孩子出生以后，全天下的人都会认为他有一个杀人犯的父亲。你让我的孩子怎么做人？你让我的孩子和老婆怎么活？这就是你们这群记者想要追求的真相吗？啊！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。我自己犯的错，我自己来赎罪。徐来，现在因为王毅跳楼，他妻子早产，网友将矛头又指向了你，说记者为了博眼球，在明知道当事人愿意承担责任的情况下，还是将文章报道出来，害得他家破人亡。总之，对你不太有利，你先休息几天吧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刘旭都告诉我了。不要怕，有我在。王毅怎么样了？还有他老婆和孩子。他从高空坠落，虽然有救生气垫做缓冲，但是他的身体各项器官还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撞击压迫，但目前已经抢救过来了，不过没有完全脱离生命危险，还需要继续观察，而且很可能会有后遗症。孩子老婆那边我也了解过了，孩子是保住了，但因为刚满七个月，还需要送进保温箱继续观察，但他老婆精神状态不太好。秀兰，我想一个人静一下。就是因为你的报道，害得王毅出事儿，养老院没人管，我们以后怎么办呢？都怪你多管闲事，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都要被你害死了。没我们的，没我们的钱，徐记者。
我们不是怪你，我们知道你是同情老郑，可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。院长出事了，养老院重建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，我们也不能一直住在临时安置点啊。徐记者，我们真是活不下去了。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。别走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没事，别看。身上脏，去洗个澡。这些记者想要追求的真相吗？无良记者胡乱报道，害人脸。就是养老院什么时候重建都不知道，让这些老人怎么办？就是侮辱记者这个职业。这记者就是为了博眼球，瞎报道，害得院长跳楼自杀，孩子也早产。赔我们钱，赔我们钱，还我们的养老徐来，能听到吗？徐来，能听到吗？对不起了。
说对不起。我们之前不是说过吗？无论遇到任何困难，我们都一起面对，一起解决。哭出来吧，不要憋在心里面，哭出来会舒服一点。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。我不能就这么被打倒了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去解决。再抱一下。喂，你好，请问南湘养老院的重建工作有最新进展吗？谢谢啊。打电话为什么不接？刚刚在睡觉。我要告诉你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我去养老院慰问，他们说政府部门已启动重建南湘养老院的工作，老人们的养老问题解决了，你也可以放心了。真的？嗯。郑老太也醒了，一起去看看好吗？走。吴迪，走，去一趟啊！走，太阳。哎，你在这儿，我找你半天了。你找我？你找我干嘛？你之前不是在后勤待过吗？天天看着那个后勤师傅做饭，肯定偷学了不少吧？我确实学不少东西。怎么了？我想让你教我做做饭，不用太复杂，简单的几道家常菜就行。哎，你怎么突然想学做菜？那张秋总是不好好吃饭，落下胃病了。毕竟像我们这样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男人啊，学做几道菜可以好好照顾他。你这是为博美人一笑，洗手做羹汤。你这就叫没出息，满脑都是那个哎女大夫。你一个大老粗，你什么都不懂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这叫体贴心细浪漫。你看那吴迪，你看比你还会来钱。你小心孤独终老，人嫌狗不待见。哎，陆芳琪，你过来！哎，你俩，还有什么来着？陆芳琪，你可以啊！我本来以为你让我在食堂教你做菜，没想到你租了个餐厅。这是我和张秋第一次相遇的餐厅，那天碰巧就这个客人，老板对我特别感激。今天刚好碰到他们店休，我就过来借用一下。哎，辣椒炒肉该怎么做？先切青椒。回忆总在夜里起火花，打在心里要怎么吵架？多少问候汹涌到嘴边就沙哑。
想问问后来的你全都放下了吗？过去受的伤是否还隐隐作响？那些言不由衷说的话还想咬着耳朵惩罚。眼泪是爱之后乐的回答。我来看你了，我以前从没感觉时间过得这么快，感觉你送我花的情景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。我经常会想到我们过去在一起的日子，所以我总逼自己更忙一点，这样才不会总想起你。可是最近我发现我好像都快忘了你的样子了，好多事情我都要拼命的想才能想得起来。我才意识到其实你离开我已经很久了。小怀，我真的很害怕，我怕就这样把你忘了。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的话，你会原谅我吗？喂。什么？火焰中的光沉淀了时光，指引我徐徐而来，想交付情愫，将信念守护，坚定的在你身旁，我愿成为光，照亮你的路，愿路途荆棘，寻你的轨迹。我愿成为光，闯进你的心，无所畏惧。在你身边。